这个 FDA 可了不得，它是世界上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测机构。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，介绍一下 FDA 到底是干什么的。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，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。从1906年成立至今，美国 FDA 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诸多领域的行业监管。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，FDA 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医生、律师、微生物学家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。为了实现精准监测，维护消费者权益，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。例如，每年 FDA 在搜集近8万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，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。FDA 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，仅一项药品的认证就可能需要涉及数万人的监测数据，以及长达3到7年的监测过程。只有完全合格的产品才能获得最终认证，而一旦通过，该产品将在任何 WTO 成员国畅行无阻，甚至连企业的行销模式都不能被干预。在国际食品与药品市场中，因为 FDA 的门槛与标准较高，因此很多商家也把能获得 FDA 的认证作为最有力的质量保证书。你看刚才这个片子您看了知道了， FDA 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这是代表着世界上对食品药品最高的监测标准，你要通过这个了，世界各地基本可以说就通畅无阻。